你在这里待了这么久，还能一无所有？我每天这样工作，还是为了你。我打给那个贱人，还有男朋友啊？我们只是陌生人。 这样工作还不是为了你，还不多赚一点钱？钱在哪？以后吵架，不管我是对还是错，你都要先说对不起。 北京和台北的规矩都是一样的，懂吗？懂，大人。如果去机场接机，发现你接机的那个人一声都不吭就走了，是不是很没有礼貌？要是来接你这个机的人呢？明知道自己是你最讨厌的人，他就偏要来接，是不是更没礼貌？这只是工作。 不用跟每个男人都喝情色样的。欠你的关心，恩哥。你到底又回北京干嘛呢？我以为我等到了你。你看我打了多少通电话给你？干嘛？你给我放下！我每天这样工作，还不是为了你，还不是多赚一点钱？来来来来来，在这座城市里，很多人都。 你当初是怎么跟我说的？不在北京混出人样，绝不回去。已经有别人了。然后，哪有什么然后啊？梦醒了，总得有人走。我走。